意聚合在一起，发音延展，发长音一。因为是辅音，是闭音节，闭音节的属性不能完全改变意发长音一的特征。意发长音一的固有特性，不会受音节的开音节、闭音节的影响。意聚合在一起，发长音一的作用力大于尾音、辅音的影响力。意加辅音的单音节词有一个，ill。一的发音，在口腔中，一的音位是前元音。发长音一时，口微微张开，在口腔深度和嘴巴张开程度形成的坐标系当中，在口腔深度上的位点是一，在嘴巴张开程度上的位点是一。位于坐标系的最左上角。在时间和音量两个维度上，长音一分别是六 t 和四 v。发长音一时，口微微张开，嘴唇上两边伸开，呈扁平形，嘴角上翘，呈微笑状，上下牙齿间留有一丝空隙。舌头尖部抵下齿，舌头前部抬起，嗓子发音，音量充足。L 的发音，舌次音。L 的发音，舌头位于口腔的中部，形成阻碍。嗓子发音，气流从舌头两侧流过，舌次音。按照 L 在一个音节中的前后位置，对应的舌头发音的点位，形成阻碍的前后，发不同的前后音。前音，轻音。L 作为一个音节的前音，以合音的辅音因素，时间抬起。形成阻碍，发前音 L，发音点位靠前，发前音 L 时，口稍微张开，舌头抬起，舌尖抵住上牙龈后的上颚前沿。舌头中部、腭部低位，嗓子发音，气流在口腔中从舌头两侧流过，舌头与颅中流抵住，形成阻碍，气流如流水一般从两侧流过。后音 L。L 作为一个音节的尾音，以合音的辅音因素，使后部抬起，形成阻碍，发后音 L，发音点位靠后，发后音 L，
口稍微张开，舌头时间低垂，时间与上牙齿、上牙龈、上颚之间留有空隙，舌头往后，发音点位靠后。舌后部抬起，舌头与上颚之间留有空隙，嗓子发音，气流在口腔中从舌头两侧流过，舌头入颌中盘时形成阻碍，气流如流水从两侧流过。喉音 L 中，前面的元音是后元音时，喉音 L 发后音声音。喉音 L 中，前面的元音是前元音、央元音时，由于前元音、央元音对于声音的影响力、拉伸的作用力，合音 L 的发音要后音声音的音位前移。咽炎属于声音，但是声的程度比较浅，属于轻微声音。后音 L 前移，发前移的后音 L 时，口稍微张开，舌尖平放，舌尖与上牙齿、上牙龈、上颚之间留有空隙，舌头较前音 L 稍往后，发音点位稍微靠后，舌头较后音 L 稍微往前，发音点位稍微往前，舌头中部抬起，舌头与上颚之间留有空隙，嗓子发音，气流在口腔中从舌头两侧流过，舌头入颌中盘时形成阻碍，气流从舌头两次流过，舌侧音 L 的三个音位的发音比较，前音 L 舌尖抵住上牙龈后的上颚前沿，舌尖与舌体在水平方向上呈45度加90度是钝角。后音 L 舌尖低垂，舌后部抬起，舌尖与舌体在水平方向上呈30度锐角。后音 L 前移，舌尖平放，舌头中部抬起，舌尖与舌体在水平方向上呈近零度，在一个平面上。合音 ill 的发音的两个因素是长元音 i 和强音辅音L， 长元音 E 与长音辅音 L 两者之间相互作用、相互影响，往两者的中间位点靠近。E 是前元音，对于声音的影响力、拉伸的作用力，使合音 L 的发音
叫后音 l 的音位前移，强音辅音 l 对于其前面的长元音 e 也有轻微的影响力及拉伸的作用力。长元音 e 在口腔中的发音点位稍微上后上下偏移，从位点11往位点22方向发展。虽然11的音位发生偏移，但仍然属于长音11的范畴，而且在时间和音量上没有改变，还是六七四微。还有在时间和音量上的度量值分别是一 t 和两微。L 作为辅音中的最强音，紧紧地排在元音字母 A E I O U 和半元音字母 Y 发音强度的后面。元音字母、半元音字母、L、鼻音、爆破嗓音。爆破轻音、轻音、强辅音 L 不仅能影响元音在音位上的发音产生偏移，而且能影响辅音的发音改变，如 little 标注着轻音，但在央元音与强辅音的共同作用下，从轻音到嗓音的转变，已经过了轻音与嗓音之间的中间线临界点，处于嗓音的范畴，但还没有到达完全嗓音的地步。强辅音 L 甚至能和另外一个辅音形成一个准音节、次音节、成音节，如 simple 后中的 o 音不够强， o 内元音扮演一个元音的角色。强辅音的发音有三个音位的位置，以及 l 音对元音辅音的影响力、作用力，形成 l 具有这些特别的适应环境的变化特征，综合起来命名为大写的 L 音 L 音标。